门的大扫雪车向我方进发了，开始真正的对付这一堆雪了。来了，看这一铲子，这一铲子够我们铲一百下的。再来一辆，再来一辆装雪车，在这儿等着。好，倒车，准备好，行动，再来一大铲子。就是这样工作的。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了，到得很准确，对，机械手。第三铲。接着来了三辆汽车，装雪的汽车。第四铲，这也可以说是机器人在操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量轨的拖拉机。大量轨拖拉机，但是前面加上这个车斗，这一条的功率得有个500斤。第五场。这第一声就告诉你满了，走吧。两铲走了，现在下一辆车该来了。现在这个车决定到另一个方向来推，哎，作业非常灵活。看，大汽车照样在旁边过。好，你不过来，我给你送过去。来吧，
你倒是过来呀，你怎么不过来呀？发生了什么？前面的司机肯定有事儿。怎么回事？这边铲雪的司机和那边的铲雪的司机都下来去询问这个装雪的卡车的情况。终于动了。不行，换另一辆。好，第二辆准备，第三辆准备，第四辆准备。他们可能在这儿不好转弯，所以要绕一圈，从后面再绕过来。从背面过去，估计这个车要从这边来，我可以在这等待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